拉吉的蓝色石头被偷了，赶紧逃跑吧，丹丹！混蛋，给我站住！这东西应该上过失窃险了，没必要这么拼命的追他们吧？不是保险的问题，这是信用问题啊！快点追吧！不会吧？我们的安保应该是没有漏洞的。好的，请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追回来的。今后也请多多支持伊吉斯哦。好的。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？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，珍宝展的核心展品被人给抢走了，真是的。情况不妙嘛，要是事后需要赔偿的话，我们公司就要赔破产了。啊，梅丽花，帮我联系一下现场。好的，马上。动作快，丹丹！打不开啊，丹丹！怎么回事，丹丹？站住！快跑啊，丹丹！一定要把失物给我拿回来，但是安全第一啊。又要安全又要拿回失物，这也太难了吧。喂，你个热血笨蛋，别贸然冲出去。不用担心我，我还有非常可靠的伙伴们呢。冰清，后面正战肱二头肌，再来个右回旋踢。太好了，顺利把追赶的人都甩掉了，丹丹。打！怒！打！怒！等！哼！别把东西还给我，丹丹！马哥，我没事。这混蛋！马哥吧，没想到我竟然还保护了你。别说话了，得到把你们全部都踩扁之后再把东西拿回来就行了。还不是吧，还真的要踩扁我们。我不要电话了。我们上，搭档。来吧，光之勇士泰迦，伙伴，上吧，泰迦奥特曼。是。海家爆破射线。
样继续守护地球的和平吧，搭档。啊！这里是时空扭曲，一般人难以接近的宇宙遗迹博尔赫斯。你果然在这里啊，泰罗。以前我们两个人经常来类似这样的地方探险呢。是啊，我以前和你做了很多胡来的事啊。不要再靠近我了。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宇宙曾经由混沌统治着，光明和黑暗以及所有的事物全都混在一起。这里就是封印着混沌的牧场。你为什么要挖开这个牧场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为了获得混沌的强大力量。你的灵魂已经被彻底侵蚀了，和我一起回光之国吧，现在我还能帮你。看来你还是什么都不明白，泰罗。如果你口中的光是没有意义的，那么在黑暗里也同样没有答案。托雷基亚，是幻影吗？嗯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我提示你一下，格里姆德已经不在我体内了。什么？是你的儿子泰迦，他用光芒攻击我的时候，破坏了封印。把那个邪心魔兽的一部分给放出来了。当初银河奥特曼等奥特战士以牺牲自身的变身能力为代价张开结界，才封印住了那家伙。不过结界很快就要被冲破了，格里姆德将会出现在泰迦所在的地球上。你说什么？到那个时候，深爱地球的泰迦要如何应对呢？泰罗，你已经没有多少思考时间了。托雷基亚，我回来了。那家伙呢？啊，因为要复健，所以他得长期住院疗养了。不过人没事。哦，对了，马金特要在医院照顾他，所以得停职一段时间，就靠你喽。他俩的关系可真好啊！他没事真是太好了。美花，帮我调查一下他喜欢什么东西。哎，为什么？探望的时候总不能空着手吧？好的呀，休息。我在。来一下。对不起，报告书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个回头再说。你不觉得最近你行事有点冲动吗？我很担心你。阿玉也告诉了我很多你的事，比如说今晚的行动。社长，我的目标是要成为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桥梁，稍微冒失一点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不过呢，其实我是有计划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我的报告书都写好了，帮我看一下吧。这写的什么？你这完全不对啊。最近妖性是有点太冒失了。你看你这都不服。也许是因为有我们在，所以他比较放心吧。对了，妖性他应该还不知道那件事吧。差不多该把那件事告诉他了吧。你别催我。
好啊，哎，快点，哎，喂，你们好，哎，看他。要一起来玩吗？好啊，有什么锻炼肌肉的方法？给你游戏报告重写。哎，你也得重写。我也要。你们这报告写的完全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我写的很认真。认真点好不好？连字都写错了。哪里写错了？这里是伊吉斯吗？是的。委托工作吗？是的。银河 M 之家小店。没错，你是说你家店铺被可疑的外星人监视了？是的。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错觉呢？啊，我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想请你们来保护一下。可是，我们社长现在正好外出了。真的非常抱歉，只凭我们几个不能决定能否接受这项工作。我们接受这项工作。不是。你怎么能随便决定啊？这不是随便决定的，是副社长深思熟虑的决定。副社长？谁啊？我。不是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快告诉我。好了，阿玉去打探消息。小优，你负责店铺的安保工作。还有，记得别再冒冒失失的了。是，副社长。根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，我可以确定你们这里有人盯上了我们公司的员工，所以我就来这里家访了。可靠消息是来自万事未知科吧？到底是谁盯上了我们公司的游戏？不知道啊，会是谁呢？等一下，你们这几位混蛋怎么就这么不知趣呢？你是谁？我叫凯，全名洪凯，我是个浪客。你小子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也听说泰家，不对，我也听到传言说工藤优信好像被什么人给盯上了。嘿，看来我们的目标一致呢。一起行动如何？干掉他们！好！别打！我也不确定和他们有没有关系。最近恶人协会的那群人出现了奇怪的举动。在那家伙复活之前，他们似乎企图最后赚上一笔。那家伙，在我的星球上有一个传说，只要说出那个名字，就会惨遭诅咒，所以我们就只能称呼他为那家伙。你们快看，我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网站，看上去好像是崇拜某个事物的外星人的网站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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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万不要访问，会被诅咒的。诅咒吗？我可不信。停下，快停下。你怎么这么迷信呢？不要再看了。惨了，非法访问好像被发现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大事不妙啊，感染病毒了，快快扔掉它，快点快点，没得换。他怎么了？是祝福那家伙的舞蹈啊！啊！不错。哎，你来一下。挺好。你这也超太多了吧？你看，从这里到这里是我的地盘才对啊！哪有地盘这么一说呀？这个太大了吧？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个，哎呀，这是我要的，这东西不要了。哎呀，那个就是银河 M 之家小店了。那是你的店铺吗？喂，优星，我在那家伙身上感觉到了贝利亚的气息。哪个人？尽情照耀吧，爆裂战记闪光侠。那个家伙一定就是监视委托人你的外星人吧。哎不不，他是，哎，我们下次一起看光盘吧。气球跑了，看我的。竟然逃跑了。
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先听我说、啊。给我闪开！给你，拿好了啊。谢谢你。给我下来！好好抓紧我。你没事吧？好烫啊！这样下去，他身体会受不了的。说我想帮忙，可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啊。你是谁啊？不要随便动别人东西。你安静点，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救你朋友吧。哎，现在可以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了吗？邪神魔兽格里姆德就要复活了，那家伙一旦出现在地球上，一切就全完了。所以我们打算从您属下那里抢走含有奥特战士力量的手镯，然后再高价转卖出去，最后带着钱直接逃离地球。你们居然想倒卖我们的力量。我还以为自己快要爆炸了。在情况稳定之前，我建议还是先用冷却技能降降温吧。谢谢你了。你是哪位啊？我叫大公大帝，以后别再非法访问了，你能做到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认错人了吗？什么？哦，你知不知道恶人协会的外星人平常都在哪里聚集啊？我听到传闻说工藤优幸被什么人盯上了。优幸吗？请你们不要担心，交给我吧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把你的宝物给我交出来。我吗？什么宝物啊？少跟我装傻，快放开！喂，好球，上了。抱歉，委托人其实是个幌子，离你近一点才方便我们保护你。我们上啊！热游行，他们都是奥特战士。奥特战士，有索和布鲁，原来是他们俩。我们也上吧。啊！到此为止了。喂！闪光侠！是的，我没事儿。好的，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风会告诉你的。风？难道集结后这个地球被诅咒了？我得走了。啊，你去哪儿？忘了说了，我是奥特战士。我要去保护城市里的人了。不好，他又复活了！赶紧跑啊！格里姆德大人，格里姆德大人，好像没时间了，哥哥，结界要破了。
费优幸，怎么了？麻烦你把罗索奥特曼的力量还给我吧，还有我的布鲁奥特曼的力量。什么力量？优幸，拿出泰迦火花。好的。好嘞，这样就可以变身了。大闹一场吧，哥哥。我会打倒那家伙的，一个人是对付不了格里姆德的。我和大家可以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们三个人一起上吧。染上我的本色吧，我们上。罗索来吧，罗索奥特曼，烈火形态。伙伴，上吧！泰迦奥特曼，我会打败这家伙的。奇怪，武器呢？就现在，快攻击！黄金，斯特利姆！幽幸和泰迦了吗？百里花，找到那家伙在哪儿？武器，这次你又想耍什么诡计？要是你胆敢再伤害幽幸的话，我饶不了你！别露出这么可怕的表情嘛，我今天的目标可不是幽幸哦，其实我的目标是见了。
父亲，泰罗，奥特曼，等你好久了，我的老朋友。父亲，我。那个怪兽的另一部分，目前为止还沉睡在我的体内。你说什么？被一分为二的两个部分想要合二为一，那么格里姆德一定会出现在地球上。你这家伙是打算毁灭地球吗？我对那种事没有兴趣，我的目标是泰罗奥特曼，也就是泰迦的父亲。你说泰迦的父亲？托雷吉亚，幕后黑手果然是你，你想对泰罗做什么？我想在特等席上亲眼见证一下美好的父子之情啊。父亲，别过来。放心吧，我会亲手消灭格里姆德的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将一切都燃烧殆尽吧！那是。你成功了，你为了帮助我们不远万里从光之国来到这里。泰迦，泰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泰迦的父亲好像出什么事了。似乎是格里姆德将自己与爆炸的能量相融合，然后倒流进了泰罗的身体里。现在操纵泰罗的是格里姆德吗？欢迎来到黑暗世界。父亲。你总算成为我这一边的了，老朋友。你这个混蛋，游戏啊！父亲，快住手啊！
彩的演出现在开始了。你没事吧？前辈，他们两位是？我是李唐光，这家伙叫翔，是地底人维特利安。他们好像是银河奥特曼和维克特利奥特曼。废话不多说，把我们的力量还给我们吧。好的。我们之前为了封印从托雷基亚手中溜走的那家伙张开了结界，但也因此用尽了力量，导致我们无法变身了。从托雷基亚那里？那个格里姆德之前一直被封印在托雷基亚的身体里，托雷基亚的那股强大力量正是来源于他。那个怪兽居然给托雷基亚提供力量？我想泰洛他应该是为了保护儿子才选择牺牲了自己，没想到却正中托雷基亚的下怀，让他们父子二人大打出手。真是个没完没了的混蛋。我们会打败托雷基亚的，我们也不想让泰罗和曾经的好友战斗。喂，泰迦，就他那样还是宇宙警备队的首席教官呢，好笑吧？是吧？是不是很好笑？听我说，你就笑吧。为了保护儿子，竟然被黑暗给吞噬了。就他这样，还被人称为传说呢，简直太搞笑了。泰迦，心里难过的话你就说出来吧，难过的时候说出来会好很多的。啊？我有什么可难受的？我能理解你，你的事情我都知道。对不起。说实话，有时候我又搞不懂你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不过，在此之前，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事情，我们不都一起挺过来了吗？所以，对我说说你的心里话吧。我们可是伙伴啊。我其实……别担心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们同心协力，一定会把你父亲救出来的。放心吧。有心，你们真是对好搭档啊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要和自己的父亲战斗很困难的。你是谁？啊，我还没给你们自我介绍呢，我的名字是朝仓路，请多关照。我的父亲是贝利亚奥特曼。贝利亚奥特曼吗？你们可能想不到，我和他曾经有过一场大战。和贝利亚，不，和父亲交手的那种痛苦让我至今难忘。对不起啊。不过，我能和父亲战斗到最后，是因为我身边有重要的伙伴陪着我。现在的你也有哦。能拯救被黑暗吞噬的父亲吗？能救出你父亲的，只有你这个做儿子的了。我懂了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不客气了。哦，我现在把你之前借我的力量还给你。哦，对哦，好的。这次一定要阻止托雷基亚，要是当时我们兄弟俩能击败他，托雷基亚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为所欲为了。然而我却……我不也是一样的吗？毕竟这里和我们所在地球的时间流速有些不太一样，没能察觉到他在这里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托
托雷基亚伤害了泰迦和泰罗，我绝饶不了他。那家伙伤害到了我身边重要的人，这次我一定要做个了断。不光是你一个人吧，是我们一起，对吧？啊，马格马上有消息了，只要找出那怪兽释放出的共振波，就能轻松地找到泰迦的父亲了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泰罗，你和我一样都很了解混沌的本质，不过你的力量应该不止如此才对啊。哼，让我见识一下光明和黑暗融合后的力量吧。地点定位成功，应该就在这里。喂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平安回来啊。我相信你一定要回来啊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，有心。好的，那我出发了，快去吧。小心。哦，你们怎么出来了？有请。其实那个你说，之前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十分微弱，多亏在你那里休养生息，现在已经彻底恢复了。哎，简单来说呢，优幸，现在我们三个就算不借助你的身体也能够进行变身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就在不久之前，我的肌肉状态也调整到最佳了。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优幸，因为我们很担心你啊。担心我？从我们相遇开始你就总是冒冒失失的，我们早晚都要回到宇宙去的，就是有点放心不下你。回到宇宙去？格里姆德是个强敌，我们真的不希望你在这场战斗中受到一点伤害。你真的不用参加这次战斗的，搭档，接下来交给我们三人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就在此别过吧。有请。开什么玩笑，要这么说我也不希望你们受伤啊，所以才要并肩战斗不是吗？难道四个人的力量不比三个人要强吗？泰迦给我的变身器能将我们拧成一股绳变得更强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应该一起战斗啊。优星，我感受到你的觉悟了。你就是托雷基亚吧？凑火海，凑永海，你们是第一次见到我这副模样吧？嗯，虽然你这样看起来挺帅的，不过还是比不上我。你还是老样子，喜欢在背后玩弄人心啊。不过人类可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赢得游戏的会是哪一方呢？地球可是最棒的游乐园啊。最后输的人肯定是你，托雷基亚。泰罗奥特曼，你好啊，游戏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武奇，一开始我根本没把你这种小角色放在眼里，没想到你居然救了泰迦他们，还彻底摧毁了我的作战计划。你们这些人类不过是如同垃圾般的弱小生物。是我大意了，人类混入了光明与黑暗，既有善也有恶。哼，究其根本其实就是混沌啊。我一直寻找的东西就存在于你们之中，明白了吗？人总是充满着矛盾，没有谁是完美的。可是即便如此，我们依然相信光明和希望。和你相处的时间虽短，但很快乐哦。再见了，有幸。
小鹿。嗯。工藤，我的力量有没有派上用场？谢谢你这么用心的使用艾克斯的力量。这位是凯，这是大地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我们上吧。嗯，好的，是。遇到事情不能坐以待毙，染上我的本色吧。我们上，黑家，来吧。伙伴，围攻一下吧。熟了，现齐了，派对还是热闹点好。我也派出所有成员来招待你们吧。海家，啊，泰罗，你父亲就交给你了。好。让我见识一下把你们联系在一起的光之力量吧。邪德之爪，把我的父亲还给我。就凭你一个做得到吗，小朋友？我可不是孤身一人。我们是三人神队。来了，啊，
到了吗？这就是三人小队的力量。托雷基亚，好的，请。格里姆德的力量吗？哥哥，那么我们变成罗布吧。好的。海哥，我海哥，有海哥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周阳，哥哥，融合我们三个人的力量吧。好。是。奥特融合射线，被他闪光光电，三重光轮，奇门德重击半日掌，格罗奇地光剑，我们上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把儿子烧成灰烬吧！既然如此，就用奥特爆炸吧！太佳，这个技能是我看着学的，不过现在只能这么上了。这样下去的话，太家会被火焰吞噬的。这次又打算逃到太家的身体里去吗？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们一定会阻止你的。
别打扰他们父子欢聚一堂了。啊啊，不愧认输的，让我们的火焰也燃烧起来吧。虽然我们出生在不同的星球，但前进的方向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永恒不变的友谊。我们既然是三人小队，哀家，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伙伴，获得了真正的友谊。怎么可能？太佳，你做得很好。父亲，你永远都是这样，太罗。对我而言，你的存在实在是太耀眼了。你们所说的光明到底是什么？要想知道何为光明，就必须要知道何为黑暗，这样才能同时超越光明和黑暗。托雷基亚，回来吧，格里姆德，现在是时候将分裂的部分合二为一了。快住手，托雷基亚，以你现在的身体情况，反而会被格里姆德吞噬的。我要让我自己彻底解放。托雷基亚，泰隆，我们来吧。我和我的伙伴是不会退缩的。
们的力量集中到泰迦的奥特之角里吧。好的，我们一起来吧。泰迦，一切就托付给你了。好。你闪闪妨碍他们。好强大的力量啊。好嘞，我们上。时候使用新生代光灼了，啊，来吧！就此终结一切吧，用我和奥特战士的光芒，彻底粉碎邪恶的黑暗吧！新生代光灼，开始连剑。令家，冲击！辛苦你了，干得不错，挺能干的嘛，干得漂亮。有幸，你一定要把你的真诚之心保持下去哦，千万别忘了，想要守护他人的想法也是可以化成力量的，切记这一点。只要大家携手共进，不轻言放弃，就一定能够迎来光辉的未来。没错，你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可以连接明天，伙伴之间互相支持的笑容能给人带来力量，所以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伙伴哦。在此之前发生的奇迹全都是因你而出现的。
所以不管今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都相信你一定可以把他们全部克服。好的，谢谢各位前辈了。好了，该回去了。好的。好。后会有期。再见。再会了。拜拜。快点回去了，我们去吃寿喜锅吧。再见。再见了。快乐。幽星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搭档，就算没有变身器，我们之间的心意仍然相通。无论我们的距离有多遥远，和你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一段时光。我也是啊，泰塔斯，我还学到了很多东西。其实你用不着特意来送我们的，真的不用。都要走了就不能说点实在的吗？算了，反正我早就习惯了。喂，风马，好好的和幽星告别一下呀。什么，真是啰嗦，别那么害羞啊。我才没害羞呢。好好，幽星说你就是在害羞吧。拜拜。各位，你们看这个。嗯哦。你们以后就是一级四的形象代言人喽。这不是我们吗？可奈小姐，我由衷的谢谢你的关心。谢谢啦。你们要是想见我们了，随时回来。喂，阿玉前辈。阿玉，幽星太就拜托给你了。太佳，见到大帝的话帮我向他们说好。原来如此。爸爸，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转告他的。不是吗？太佳，一直以来真的谢谢你了，要和你父亲好好相处啊。啊，不过幽星，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才对。我也应该向你说声谢谢，多亏了你的陪伴，泰迦也成长了不少啊。泰罗奥特曼，就算我们不在这里，你也不是孤身一人，你的身边还有很多优秀的伙伴的。你以后还会认识更多的伙伴，要好好珍惜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们该走了。好。再见了，幽星。再见了，太佳。唰！是。那我们走了。谢谢你们了。再见。再见了。再见了。大道要保重。再见了。再见了。多保重啊。夜明けの星空を見上げた君のいる場所へ思いを届ける。
ため